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中国武警》。谢坤奇是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国防生。去年啊，他跟随部队奔赴西藏，来到山南地区一个名叫杰措的淡水湖旁。这个地方海拔有5000多米，属于高原无人区。可是谢坤奇和他的战友却在湖边驻扎下来。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安营扎寨？谢坤奇又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故事呢？2011年4月，谢坤奇所在的武警黄金十一支队，作为国家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先头部队，并进西藏。他们要对这片数百平方公里的高原无人区进行地质调查和矿产远景调查，以及多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大家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千枚钻的板岩啊。谢坤奇是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首届国防生，走进军营才半年多时间，头一次外出执行任务就来到西藏，可以说许多艰辛已经超出了他和战友们的想象。战士们上山的时候，每次带瓶矿泉水都不愿意带。海拔一超过4500的地方，你走一步累，走个十几步就开始喘气，很累。最高的工作区域达到了去年6000多一点。没事，这才体现了热和累嘛。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进行地矿调查，确实要吃很多苦，但是谢坤奇的表现却让身边的战友非常佩服。他非常上进，我们这次到西藏搞野外地质矿产调查，他是我们这批地大国防生里头第一个报名参加的。我们分组工作嘛，经常就挑那个最难干的那个工作去干去了。你比如说我们一起说上山采样，他都是自己先背，背都背不动了再换给别人。谢坤奇让战友们佩服的还不止这些。部队进藏3个月后，官兵们进入首轮疲劳期，谢坤奇再一次站出来报名参加了填土突击小组。就在这个时候，谢坤奇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这些天我感觉自己身体非常奇怪，晚上睡觉睡得很差，半夜总会发烧难受，不过吃了康泰克也能度过去，白天还能工作。今天我身子虚得实在不行，生平第一次那么渴求被打一阵。中队要派人把我送到山下医院去，我没答应。刚开始我们就以为他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因为他自己都不在乎，还坚持上山干活呢。2011年7月27日，谢坤奇突然晕倒在采样途中，他先后被送进2家医院，然后又被送到300公里以外的山南医院。背到医院以后呢，就测了他的体温，原来是11度。在西藏发烧也正常，光这个发烧病例都有3000多种，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严重。此时谢坤奇的血象常规检查基本正常，加上输液和物理降温，他的病情似乎有所好转。然而接下来的情况让周志伟意识到，谢坤奇的病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然后我一摸他脸，滚烫的，非常烫，然后我就拍拍他的脸，然后我说小谢小谢，我说怎么了？他就告诉我，他说我看那个房子，然后非常漂亮，就像一个盒子一样，我觉得是不是脑子烧坏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谢坤奇反复发烧的？第二天值班医生也想通过必要的检查寻找根源。然而这一天偏巧是个周末，山南医院有些科室并不上班。当即我一下就懵了，因为我们这个不能确诊这个病，我们就没办法做治疗。情急之下，周志伟迅速办理了出院手续，他想争取时间把谢坤奇送到拉萨治疗。然而支队来车的话，就要冒险翻越2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可以说远水不解近渴。况且当时手机也无法与支队取得联系，于是周志伟决定打车赶往拉萨。我到处拦车，没曾想到这些车然后都不愿意去。我给他们800块钱，他
他们都不愿意去。我又走了一截，站在路的中间去拦车，结果这些车都躲着我们。我说，你们没看到我背的是个病人吗？我求求你们了。上车以后，我的心情感觉特别难受。我一方面就是给他办了这个出院，然后一方面呢给领导又联系不上，然后万一这个人有什么不测，我怎么给他们交代？看着小妾那个当时昏睡的那个样子，我就含着眼泪，我给支队的征服大队长发了一条短信，就告诉他我们离开了这个山南，正在赶往拉萨。谢坤奇被送到拉萨后，先后住进三甲医院进行检查治疗，最后又来到了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解放军总医院是我们西藏最三甲医院，是我们最高的医院。我每天是跟周志伟呢是保持两次这个通话。这期间，支队还增派教导员曹正旺和另一名卫生员赶到拉萨帮忙。然而，谢坤奇发烧的原因却始终没有找到。针对他发热，然后我们做了布氏杆菌，还有这个鼠疫这些等等，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后来连这个艾滋病的检查我们都做了，然后结果全部都正常。然后医院呢，当时就要求输血，那输血以后有个两个小时的好转，两个小时以后，然后又是这个滚烫的身上，又叫不醒他了。2011年8月4日，西藏军区总医院为谢坤奇下达了病危通知书。一方面，他这个医院的领导们定下来以后，他这个病确实已不是高原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感觉这个病在他们西藏总医院是没法治疗。当时我们心里很着急，我和小周就给支队领导请示。当时啊，见到小谢的时候，他完全是处于这种昏迷状态。我喊他，他不答应。我又让这个小周他们把他这两天的这个体温表拿给我看，我一看没有低于40.8度的，我都忍不住了。我觉得这个家长把这么一个上进、这么一个好的孩子送到我们手里，可能他的生命都放到了这高原上。我对不起的是他的父母，我对不起小谢，所以我当时啊，应该说是都非常生气。我讲，我们这么一个好孩子成这个样子，你们还诊断不出来这个病情，还救不了他，要你们医院干什么呢？现在我回想起来，应该是我也有点后悔，他们已经尽了力了。2011年8月6日，谢坤奇被送往机场，准备转入成都军区总医院。这样做虽然要冒很大风险，但却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和希望。走之前，我是含着泪，我俩拉了，我俩拉了狗带。我说：“小谢啊，你挺住，你要配合治疗，你一定要早日看到我们的兄弟们。”其实当时我是那种感情，确实很难受。后来等他上飞机以后，我们是看着飞机飞上天的。当时我们问他嘛，问他病情怎么不好的，他就告诉我们说，哎呀，糟了，地球上就只有我一个男人了。因为我们当时 ICU 里面都是护士，还有我，完全就是答非所问，后来就开始神志比较淡嘛。他那个时候我就说，脑功能是衰竭的，是吧？还有这个循环功能是衰竭的，然后的话，这个消化道功能就不好，肝功能也不好，这个4到5个器官这种衰竭的话，从理论上来讲的话，他的救治成功率应该就是说不到20%。我怎么会？你们怎么搞？
放心。没事没事啊，这是我们这个西南最好的医院，放心啊。所以我当时很激动，我说不行，你们这怎么回事？孩子好好一个孩子，原来我们周边的老板都是送到国外，我现在送到部队，现在又到西藏，变成这个样子。2011年8月7日，也就是谢坤奇到达成都的第二天，军区总医院的所有专家对谢坤奇进行了现场会诊。我觉得有可能是嗜血细胞综合症，因为它有几点呢？第一点就是高热，第二点就是白细胞、血小板和红细胞进行性的下降，第三一点呢就是肝功能损害，第四点就是有凝血功能的障碍，这个病人已经开始出现了。就这样当时讨论，后来血液科跟我们一块会诊，他们也是同意这个意见。这个成都军区总医院院长、政委、医务处主任这三个人都非常重视，医务处主任亲自组织成立一个班子来救助抢救这个谢坤奇。会议结束后，专家组为谢坤奇做了一系列检查，其中包括具有定性意义的骨髓穿刺，结果证实谢坤奇所患的疾病就是嗜血性细胞综合征。嗜血性细胞综合征是一种血液疾病，死亡率非常高。8月8日是周一，我们那个总队的卢总队长、宋政委、朱副政委，然后给医院的政委、医务科的李主任，然后再将他们医院各科的主任开了一个协调会，然后就说他这个病是危险严重和新鲜的，死亡率高达40%-50%，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当时那个政委还有那个黄金支队的那个政委啊，就跟我说只能活不能死。当时我们的总队都多次表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小谢的生命。生命对于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干部还是普通一兵，都只有一次。钱我们还可以赚过来，但是生命是无价的。说老实话，除了这一份感情以外，还有一份压力，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必须尽全力把他尽量拉回来。在抢救谢坤奇的过程中，无论是黄金部队的领导战友，还是医院的医生护士，每个人都在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医院呢，为了业务上衔接不出差错，就安排一位姓何的女医生值班。这个女医生就守在 ICU 里整整一周没有回家。这位女医生名叫何叶颖，在总队的交班晚会上，宋政委让官兵们记住了她的名字，记住了她还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宝宝。尤其单小谢的病情诊断为血液病以后，总队长号召前总队义务为抢救小谢输血，并且啊自己带头输血。嗜血性细胞综合征主要是巨噬细胞发生异常，它会不停地吞噬红细胞、白细胞以及血小板，此时要延长谢坤奇的生命，为治疗赢得时间，就必须不停地为谢坤奇输血。这位50出头的老兵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自己的臂膀，他的行动让年轻的女兵也争相跟随。这孩子的叔公他说，你这个家伙，人家总队长那么大的官都献血，你自己的孩子不献血？我说我当时真不知道，我不是我的错，我说我当时也不知道。小谢从西藏总院转到成都医院回来以后，每个战士上山的时候，他们的样都要多带一点回来，他们都告诉我这是替小谢干的。我听了这句话以后，站在队里面前半天出不了一句话。这是官兵们按照当地的习俗，在杰措湖边为谢坤奇堆起来的玛尼堆。是我们
始终感觉他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每次一想到小谢，他那种精神，那种对工作的认真负责，我们都感觉很惭愧，就会拿自己和他一起相比。每次一想到这个的话，我们就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很强的精神动力，一直支持着我们。经过八天的全力抢救，医护人员终于把谢坤奇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但是他丧失了几乎所有的记忆，直到第十五天他才渐渐地清醒过来。孩子就说，爸爸，我任务没有完成好，我辜负了你，我连金装都丢了。我说金装可以领的，不要紧，你不要哭。所以当时他哭我也哭，我说不要哭，孩子没事的，金装不要紧。他我觉得这孩子很念经。2011年8月25日，谢坤奇终于离开了 ICU 重症监护室。然后我当即特别的这个兴奋，特别激动，马上就给我们把这个消息传给了咱们这个在西藏的这帮子战友。然后我还给他们开玩笑的说，老周给你现场做这个报道，然后这个我们的小谢现在已经出这个 ICU 了。然而实际上医生们都清楚，谢坤奇的身体只是暂时性的恢复，他的病症还没有得到彻底根治。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原因搞得特别清楚，因为当时考虑是个 EB 病毒感染引起的失血，还需要进一步治疗。所以到我们科之后就进一步的寻找，包括像病毒这一套检测、肿瘤方面的检测、自身免疫方面的检测，这一套全部做下来之后，当时也确实没有发现更多的问题，中间都非常平稳。难道说除了 EB 病毒作祟之外，谢坤奇的嗜血性细胞综合症就没有其他原因了吗？正当医生尝试着把药物逐渐回撤、慢慢减量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出现了发热，然后我们护士测了一个体温，就39.5度。因为当时我脑子就想到很多东西了，就一晚上都在想这边为什么会发烧，这个是不是有嗜血细胞综合征？我们在减量的过程中，那么它再次出现反复了，还是有这个出现了严重的感染。紧张的复查工作忙了一整天，结果全部正常。第二天，医生再次为谢坤奇做了骨髓穿刺，这一次他们在显微镜下惊奇地发现了黑热病病毒。黑热病是经白灵虫叮咬传播的一种地方性传染疾病。用专家们的话来说，黑热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能引发嗜血性细胞综合症。那么谢坤奇发病后先后到过6家医院，为什么当初就没有查到这个元凶呢？为什么当时他的一些抗原检测也没有，骨髓里边也看不到？后面我们可能有这么几个结论。第一个，因为黑色病有一定的潜伏期，可能骨髓里边还找不到它，但是呢它引起的这些细胞因子的反应形成细胞因子的风暴，那么就把这个嗜血细胞综合征给诱发出来了。诱发出来之后，那么大量的细胞因子风暴形成之后，那么它的抗原反应又被细胞因子风暴给掩盖住了，所以这个整个黑热病就藏在幕后了。2011年11月16日，历经4个月生死磨难的谢坤奇终于康复出院了。此时谢坤奇的父亲又一次落泪了。当时他出院的时候，我跟他妈妈商量，这孩子现在虽然病好了，他身体很虚弱，我说带回家老家去休养。这孩子呢，他说老爸不行，我是部队的人，我要回部队下。当时我跟我夫人确实用了流着眼泪答应了他，所以这孩子确实长大了。我第一件事情就想上去跟他们拥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好久好久不见的那种感觉，就想跟他们说好多话。在过程中受到这么多地方的还是部队的那么多人无私的帮助，感觉特别温暖。
小谢的这种敬业精神成了我们值得官兵的一种精神动力。当然了，谁都不愿意得病，不过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官兵得病过后发烧两天马上送定点医院救治，治疗一直未果，及时转院到内地进行救治，哪怕动用直升飞机也要及时进行抢救。谢坤奇康复以后去过一次西藏，他说自己的身体绝对没有问题。2012年9月，他如期返回母校攻读研究生，学的呀还是地质专业。他说，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当兵，还会去最艰苦的地方。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中国武警节目，欢迎您每周日晚10:40锁定中央电视台第7频道中国武警栏目。好，下次节目我们再会。2012，不平凡的一年，伴随18大的脚步，英雄唱响主旋律，生命谱写最强音。伴随18大的脚步，现代化律动，座座警营，美生活，美在神州大地。伴随18大的脚步，让我们回首2012，翘首2013。